这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嘛有去做检验吗？是啦，我就想讲哦，陪你顺续做检验，想不到我竟然比对成功。这检验哦，嘛是袂你管啦，伊大人发的决定啊，毋是我人生以来啦，是袂你管的，所以这比对是袂了工的啦。 现在讲啥？什么吴等亲？啊，天宝也是要关车啊！嘘，该死先啊！哦，搁听看麦啊！我顺续做检验，本底是为着要让湘琪欢喜，让伊感受到我的诚意。想不到，我竟然比对成功。好刚才我不是吴等亲，所以唔免管，害我惊一下。 是讲阿姐，啊，既然我比对成功，这纪录应该真细吼，啊，成功我真正袂当管啊，真正袂用个啦，啊，不过多谢你这个心啊。爸爸，假使讲我若是甲天天结婚，奶奶天天就是咱厝内底个人啊，伊就应该关有这个妈妈，对不？即马除了我，无人会当救湘琴妈妈。 这是我做瑜伽，才会好机会。是讲爱关一个桥子，还是大手术呢？陈宝啊，无你即马是咧变声吧？你要关啥？是咱爱五等亲以来的人才会去关啦。陈宝啊，我拄则甲恁爸爸哦听规半波。 刚才残酒就严重的代志，你敢误会伊丢是发生什么代志哈？啊，啊，恁两个人带走来遮啦。哎哎，借问一下吼，潘先生，阮后生伊拄则是咧检验什么货哈？李先生哦，伊是来做肾上腺素配对啦，毋去做好个呢，伊是为配对成功的人哎。啊啊！你要管油脂，你要管啥？ 相亲妈妈，不怪哦。不过拄则伊讲，你若结婚了后，你就当管啦。天宝，你起笑是嘛？幼稚呢，那当我管就管。这个唔正经哦，一定是为了要孝顺这人富一丁的囝婿啦，想要用一粒幼稚去换伊阿婆死人的冤枉富贵。天宝啊，你是头壳扣钱，讲甲戆去啊，药啦，为了钱。 啊！你甘愿将爸母和你的宝贵的身体弄唔过啊！你真正了人呢？好啊啦！虽然讲我知影，你即马是为着我的幼子才讲出这话，啊，不过我甲湘琪是真心想要斗阵，我干那希望你以后会当接受我，莫阁赶我走啊！袂啦袂啦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啊对待你。 我反对啦。请问啊，你是糊涂哦？天宝愿意关一个幼稚给我，你是安怎要拒绝啊？天宝的无伫哦，法律规定的，捐这个范围内啦。安尼做是违法的，我袂当让这种手术发生啊。